Kimberly， 你需要盖腿吗？如果要盖，可以用这种也盖一下吧。谢谢。哇，你好贴心哦。开动。大家都开始涮了。全下下去吗？好吧。好。里面有谁喝酸梅汤吗？哎，我想喝，狂喝。哇哦！哇，雅琪。不理人，完全。雅琪，对不起，对不起。他说了对不起，还是走了。道歉归道歉啊。太好笑了。来，我分你聊，分你聊。没事，我都要请过来。我分你聊，没事没事。啊，我没有看到，对不起。没事没事，我原谅你。那个向阳特别无辜。Kimberly， 你也哭过啊？哇哦！你哭过是因为什么事儿？在香港的时候。那天我在化妆的时候，其实文律也在，文律在房间外面，你在聊天。啊。然后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化妆的时候突然就哭了，哭了很久。压力太大了，是不是下午辩论那天？也啊，见客户不是那天，嗯。哦，见客户那天，就他自己带一队那个医美的案子。哦 ，Kimberly， 这没想到你会哭，因为你刚才还在楼下跟我们讲说状态一直很轻松。我哭也不是因为课题的压力很大，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但是就突然很难过，对对。Kimberly 一直给人感觉特别强大，但有时候我们也忘了，她也就是二十刚出头的一个研究生毕业的女孩。任律发给你的微信是我帮她改的，真的吗？哇！任律说我这个钢铁直男，我不知道该怎么给女生发微信。哇！对，然后他起草完了之后还给我，然后我帮他改了，然后他才发给你。那就哇塞，安慰的好在点。对，我想说，我只改了措辞，安慰的点是他自己想的。我就想说，其实任律对你很用心。嗯，那个，嗯，好感动。我想说，好，我想给明浩说。啊。就是我感觉这三十多天，然后这么多课题，有很多次都是跟明浩要么两个人三个人就或者四个人有很多次合作的机会，就是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很能扛事的，他会为大家去做很多事情，但这些他做的就他又不一定很在意说一定要给别人看到，我就感觉跟他合作这么多次，他也为我做了很多，就非常感谢。嗯，瞎考，真好。我印象最深的是梁威走的那次。合同真的是有效的。不要哭鼻子啊！还有陈律，你们合同真的是有效的。就是他那个哭得那么的伤心，觉得好像孩子也不容易。这就回到我跟肖阳说的话，就珍惜当下的美好，对吧？就是很多东西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嗯。学好法律，搞好乐队。我不想说再见。
续成为你自己，我也不想说再见。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来，我们的实习期就结束了，所以今天我们一起下班，下班之前大家把你们的工牌留在你们的桌面上，然后把桌面收拾干净，待会儿我们一起走。做好了吗？来，走，一起下班。同学们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这一个月都辛苦了。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这个办公室。哇！天哪！啊，想哭了。再见了。嗯，真的，一个月啊，朝夕相处。并肩站，这个灯一盏一盏关掉，哎呀！是那个在喊话的时候 ，Kimberly 那句话还蛮触动我的。我要下班。对，他说他要下班，他要自由。因为其实当你正式工作了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他其实对自己要求就是要努力、要自律、要懂事，你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这种压力。其实已经很大了，再加上律师他本身工作节奏快，其实你要在这个过程里面想要拿到自己想要的那些自由真的很不容易，这些休息的间隙你其实是很难的，所以在这个高压里面他想要追求的这个自由其实还蛮戳我的，因为我一直在想，那工作的话一定是要好好工作的，那最终的话我觉得工作还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去感受和体验生活嘛。是的，对，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完全工作都没有生活的话，那工作的意义我觉得也会丧失一部分，所以他的那个愿望就跟我当年我在海边我喊的愿望是，那个时候我说十年后我要成为一个不太累的河趴，十年后我要成为不太累的河趴，对，合伙人，对，就是我是希望说以后工作也要好好的努力，但是我也不希望太累，然后呢也希望有时间能够享受生活，所以当 Kimberly 讲出那个他想要好好下班的时候，我其实感受还蛮深。小何能讲出这些话，其实我都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工作强度和压力有多大。是的，嗯，对，大家都会觉得说你身上有很多闪光点是你自己都没有看到而我们看到的。啊，刘丽别说了，你说我又想哭。我不说了，抱抱抱抱抱抱。谢谢刘丽。走吧，一起去吃饭吧。嗯。哎，其实我不想搞得这么惨兮兮的，其实。其实挺好的了，其实。对，其实我什么都得到了，嗯，什么都感受了。我说一个愿望，希望陈绿不要忘记我们的名字。这是批评我？没有，因为陈绿一直喊你小白兔。没有，就是可能很久之后也不要，四位律师都不要忘记我们的名字。陈绿年纪大了不好讲，我们肯定不会忘。祝贺你完成了这一段奇妙的旅程，你拥有扎实的法律功底，灵活的思辨能力，在一个个课题中展现出了你的坚毅与韧劲，你的成长我都看在眼里，从一开始的紧张不安，好难啊，妈呀，救命。那通过这几天的实习，现在怎么看待律师这个行业？我有一点怀疑。到渐渐的收放自如，大放光彩。我们认为换手率变化以及成交量变化也是在合理范围之间，且交易量也是有跌有涨，符合股市行情的波动性特征。然后就是内容不合法，第一个是患者使用术前术后的对比照，所以如果要是在内地的话，可能要提醒您一下。对，或许认真和刻苦已经被你内化，但是我还希望你同样将另外一个词内化，那就是勇敢，因为只有勇敢才可以快乐，
这样你就可以自信做一个快乐的人。哇！但是勇敢并不是什么都敢做，而是你可以坦然地面对一切未知，这样未来的你一定可以拥有你自己想要的路。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见证人罗佳云。我说一个愿望，希望陈绿不要忘记我们的名字。因为陈绿一直喊你小白兔。没有，就是可能很久之后也不要，四位律师都不要忘记我们的名字。哪一位的哪一句话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我喜欢雨桐说不要忘记我们的名字。我曾经做过一个很浪漫的事情，我大学的时候毕业给我同宿舍一个女孩发一个信息，毕业的时候不是大家写那个就是临别就会发一点那种感慨的话，是的，然后我就把我的名字发给了她，然后我说你把我名字记好，说以后如果我们五湖四海的时候分开的时候，如果你很沮丧和很孤独的时候，你想起我的名字，你就要知道这个人在这个世界的一个角落在默默地祝福你和支持你。纯叶其实好浪漫，你很浪漫，而且他很知道什么是浪漫的东西，真正浪漫的东西。